林生收藏茶叶已经有30年了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口味开始转变，就想着将黑茶转让给喜欢的人，然后开始收藏普洱、陈皮。林生的这些追求 Lux Object 都可以满足，无论是黑茶、普洱还是陈皮，只需打开手机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完成由刊登到售卖的全过程，而且零费用佣金，买卖双方可以轻松快速地达成理想交易。我们还建立了讨论区，方便你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交流品茶技巧、茶叶陈皮的储存方法，鉴赏好茶好陈皮。免费下载手机 APP 出售你的珍藏好茶和陈皮良品。 Lux Object 一个全球奢侈品、收藏品及艺术品买卖平台。